如果追星有段位，青铜。白银。红尘中会遇的事如何去量，像小雪热到风凉，山高水远。黄金。芙蓉撑伞，月雨纷纷，四月绣花针，羽毛扇摇着千军阵。最强王者。一把上一排了，一把上一排了。我从来没向大家要过赞，因为总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但是现在我发的视频啊，都没有人点赞了，可能是看我油纸伞制作过程很枯燥，伞也不够漂亮。不过手艺人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做好一件事情。但我还想让更多的人看见我的视频，不想让这门手艺失传。如果你也喜欢油纸伞的话，请支持手艺人，请给我点个赞好吗？